嘿，是的，我喜得了。还记得我前阵子在写实版本前介绍过暴走雷神猴吗？那这一次加上了我们的写实上限是更高的。那我的宇宙啊是需要这个黑影王的，因为这个自己饮食也是太多了哈，苏力太多了。那我们可以用黑影王去解这个对面的写实的 buff 或是苏力的背攻 buff，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这套本身是娱乐牌啦。所以有时候这套的弱势点就是现在会到后宫，那后宫就很容易被玉衡掉。那你可以，如果你知道对手是一个玉衡牌组的话，你可以第五回合把猴子就先打出来，打一个先攻爆发，让对手没有办法玉衡哦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出发。面对阿斯加的力量，雷神之锤送你下去，雷神之锤。这个抢到最好，快点！他几百年前就放了，对不对？宝贝，宝贝，你是我的宝贝。他会把什么字？那有点白痴哎，但我当可以找到金刚的弹一次。哎，怎么刚好你有这个啦？哦，啊，怎么刚好这样子啦？完了。他刚好 X 地区是随机十张卡，然后抽到这张。看来玩射来射去，欸，他前昨天有开，昨天有开啊，还前几天有开。哇，说到了，老乡，这个锤子进得很是时机哎，哇，牛逼啊！啊？他搞自己耶！哇！哎，他是鬼！你看我左边！耶，打牌靠喊！我看到他，他昨天还来跟我打招呼嘞，而且我们昨天还在互舔，不是。互舔什么？回来吧，雷神之锤！哎，小石头，晚安了。谢谢你的追粉，小铁男，铁哥。哎，怎么又是浮桥，今天又是命运大王啊？三小啦，回来吧！哎呦，至少我还抢得到，伤口比较少。妈！哎，反正是有个烂的。哎，面对阿斯加的力量，雷神之锤！哦，位移吗？位移啊！我都位都位移了，位喵！哦！哈哈，送来一个 snap。哎呀，你给的好好。哎呦，要不要拼一波？哎呦，好玩游戏耶！啾啾啾啾，哎，啾啾啾。哎呀！哇，我这边战力已经够高了，为什么我还要去追那边？问就是宇航玩家。打两区很难赢哎，说实在的，说实在，哎呦！
好像又还行了耶。叮叮锵锵，恐龙扛浪啦！恐龙扛浪啦 ！Snake， 真的好好玩哦。这套明明就还蛮强的，我觉得啦。我觉得这套其实还不错啊，强度有，当然没有到最强，但是我觉得强度是有的。干嘛啦，萝卜？你当很有趣是不是？无聊当有趣。无聊当有趣呢，人这么好，放错牌啦，放错顺序啦，好好智障哦，少放一张。完啦，我刚。其实还行哎，他不让我抽卡，我等一下一张丢进去，猴子再爆攻，还行啊。雷神之锤，铁石玩家，哦，有一点难打、啊，他这边飞位一区。哎呦，漂亮哎、欸！我按了，杀他！那张是我的、喔，那霸道上气就是有吗？一张两张，他这感觉是他可能有上气呢，他有上气。那他不就更？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，我什么都没有说。那他不就更？我没有说，我只说我烂哦。宝宝，查克，好想赶快拿到那50分的血石妹妹，然后开始舔她的脚。刚刚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说。哇，这边好难打哦。萨诺斯在这里真的有点强哎，他在过，那还是要抢哎，什么意思？我老莫在这里，小心酸哎，面对阿斯加的力量，铁石玩家启动，哎，他有御痕哦，哎。我好怕愈痕哦，怎么办？啾！我就无去啊呢，啾！就我无去啊呢，啾！还得好你个骨啊！要跟他对拆。我就打两区，怎么样？啾！哎，看多啊！哈！还想啾啊啾！被你们玩过一次以后，我会懂得提防你啊啾！他就想说，看这个人怎么会拼这里？哎。这就是我跟你的差距啦，啾。